紫禁城的午门，从正面看有三个门洞，从背面看却有五个。其实在午门正面东西燕翅楼下方分别还有两个夜门，就像两道暗门，于是午门门洞便有了明三暗五的说法，这样设计自然会有特定的规制。五座门洞中除了中门，剩下的四个门洞都是为王公大臣进宫上朝设置的。每当早朝，大臣必须午夜起床，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。大明会典记载，凌晨三点，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。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，就要排好队伍。钟声响起时，宫门开启，文武百官走东天门，宗室王公走西天门，东西两个拐角处的左右夜门平日不开，只有逢大朝之时，官员按文东武西分别由夜门出入。今天人们进入故宫可以完全不理会过去的规矩，随意出入午门的各个门洞，包括居中的那个门洞。而在100多年前，这座门洞是皇帝独享的通道，除了皇帝，只有很少很少的人能从这座门经过，所以这条路又叫御路。皇帝之外，有一个人一生能从这里进入一次，有三个人能从这里出来一回。进来的人是皇后。皇帝大婚，皇后的花轿在紧簇的仪仗簇拥中，沿着御道穿过午门入宫。这条御道就好像迎接新娘的红地毯。夫妻是人伦之本，中国文化更是强调阴阳和合，皇帝娶皇后入宫，自然要以天下最隆重的一条路迎接她的到来。春末夏初，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，殿试在紫禁城结束。这次考试的前三名，状元、榜眼和探花，接受皇帝的接见后走出皇宫。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走过的道路。这是天下读书人梦境中最漫长的一段路。金榜题名的读书人走出紫禁城，把以文治国的传统施于天下。皇后从午门走进，为皇族血脉的延续带来希望，而从午门走出去的三个人则肩负皇帝的重托，去实现家国兴旺的